高雄钢铁人职业篮球队新任的总经理 Kenny 高景炎，欢迎 Kenny 哥。执行长陈建州先生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媒体的先进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景炎。今天呢，非常高兴各位可以抽空来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记者会。那。 今天呢，对我们说起来是一个还蛮特别的日子，因为呢，我们高雄钢铁人职业篮球队不但迎来了新的选手们，也迎来新的这个管理的团队。更重要的一点呢，我们即将在高雄地区以及整个台湾地区呢，产生一个新的风貌，而且呢，我们会超前部署。 我们要怎么超前部署呢？我首先问一下，在现场有没有任何 basketball top five 的记者？没有吗？我在这边跟大家报一个小道的消息，我们的超前部署呢，我在这边宣布，我们已经正式的签下了林插豪跟林插伟两位选手，林氏兄弟，今天也在现场，所以你要报道的话呢？ 林柏豪跟这个林志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只是高雄钢铁人在未来呢，会为大家在高雄地区以及南台湾地区所做的，就是尽我们的全力，在高雄这么棒的一个城市里面，给予我们全部一切能够展现给这个城市所有的一个 honor， 所有的这个可以付出的资源。 让这个高雄地区会赢我们这个球队为傲。那更重要的一点呢，我们也希望在今年的球季，借着我们一点小小的准备，可以突破去年我们在霹雳里面打出的成绩。我们希望在今年呢，可以有非常好的一个季后赛的机会，以及呢，继续去挑战，为高雄这个城市以及南台湾争取最高的荣誉。谢谢各位。